分享一个好东西，冰心。天美名梗，月下无限连，执法芬芳，张大轩。祝贺您成为首位入驻天美名梗堂的荣誉成员，月下无限连，手工牛肉丸一刀三十万，张冰心不慌吃口要普通攻击。感谢大仙和仙友们带来的快乐，碗里的饭更加美。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，好多名梗都是共同创造，天美手厨认证。大仙，我失恋了，好难过。太好了，周六失恋都不用出去逛街了。没有别的意思，问插花机缺老板娘吗？插花机要背负太多了，当老板娘老是被骂的，让我一个人承担所有就可以了。大仙不是有孩子了吗？是六七个呢，前面还挺好，最近六七个转型成逆子了。他为什么能火，怎么火的我也不知道，就长得好像也行，技术好像也不是很好，头发也一般，也很奇怪呀。每次我剪头发试衣服的时候，小姐姐都问我，哎，小哥哥是搞艺术的吧，有艺术气质。我是掌勺大厨啊。感觉我回在自己的摄像头下面，我感觉自己还挺瘦的，就是用别人的摄像头，我感觉自己好肥呀，兄弟们好肥呀。他们今天又问我，你要上台露个脸吗？或者干嘛，我说不行。No? 以前老是让我露脸，我受不了了，露一次脸截一次图，伤害我一次，摄像头是没有美颜的，那就不要叫我露脸。大仙晚饭吃点啥？是肯德基麦当劳还是上线小吃？好久没有吃肯德基的儿童套餐了，应该是20多年。我记得我吃的第一个儿童套餐，掏出来有个小飞机，快给我看看现在是玩什么新花样了。什么？根据您的要求，商家取消了订单。为什么要取消订单呢？啊，行行，吃沙县吧。鲜肉蒸饺搞一搞，香拌馄饨、燕皮馄饨，再来一个炒河粉、鸽子汤、花生酱，差不多了吧？哎，外卖。兄弟们，沙县变龙虾啊！一样的，一样的，反正吃啥不是吃呢？来，兄弟们炫一个。我这辈子还能看到你在赛场上那一刻吗？听到那一句老板正在热身，你这样不停的说只会让我觉得我后悔，我没有把自己写进大名单里，下次一定。我挺烦当老板的，就对我这个性格我不可能太暴躁了，需要我这种严厉的老板娘。插花机要背负太多了，当老板娘老是被骂的，让我一个人承担所有就可以了。大仙不是有孩子了吗？是六七个，前面还挺好，最近转型成逆子了，慈母多败儿。虎牙688每晚7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